就在最后一个选项。不堪回首。我妹妹就是唯一的幸存者。我是从最后一个车厢游出来的。他们全是被淹死的。没有前面车厢的人那么幸运。你们是二次返回之后到了最后一个车厢吗？不是，我们一开始就在最后一个车厢。那您是幸存者。我妹妹是最后一个车厢被救出来的，我是在水淹到脖子的时候自己往前游了，游了一个车厢活下来了。高温了。其他的人有被水冲走的时候，你看到了吗？被水冲走，他们全部都是第一批从前面的车门出去的人。你们哪儿的几个呀？我们是外面的。有没有外卖啊？这是外卖啊，前面这段非常摸黑。曾灿烂失落，无悔选择。